先知。找不到呀，这个人，完了完了，这就炸了，又有了，补回来了。他这个被找到之后，他风险很大的。我是蜘蛛啊，所以他一定不能被我找到。这外面是个佣兵吧？最好是佣兵啊。哎，先知。可以，过半秒就好，兄弟。哎呦，太流氓了，被耍流氓了，兄弟，怎么办？我好想哭，我想哭了。耍流氓，先知，你敢闪啊？彪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敢闪？我不敢闪，好吧，你可能你比较猛一点点。他知道地下室这个人聪明啊，我刚刚说的这个转点，不就白给？哎，你这个吐司傻逼吧！我操！连呢？鸡要压没了，哎，杀太慢了，杀太慢，这局应该要平了，大概率平局啊。开门呀！
有本事别开门呀。救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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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哎呦难忘今宵难忘今宵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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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狗是确定有没有人的对我看到个涂鸦但是不是很敢传但是我怕传慢了又那个说涂一口丝然后没想到真的有人然后就传送了跳吧跳吧跳吧你无敌了我已经没有我已经没有美瞳了我现在是孤独的人我只能远远的给他打上一炮嘿